搞的？看戏。老板这儿应该就是这儿了，挺远的。还有爱莎的魔法棒呢，一会儿爸给你买。里边都是吗？小孩啥的。哎呀妈呀，好多卖有意思的。来不来一行，够生物了，来吧。我看看，抬头。哎呀，可好看了。你妈老幼稚鬼，自己去买那个鸟糖去了。走八顶了，咋木了呢？你咋？上这边等着。真好看，他的眼睛。你看你幼稚的老妈妈。最好看的呢，新的。这个是不错的。怎么那么幼稚呢？长肚子。快走。哎呀，这啥戏呀，姑娘啊？整了半天《冰雪奇缘》，我还寻思啥戏呢？我们依次的左右站成一排。来，看一下我们这一批。站在这个唱呢。会给佩佩哥哥带来什么惊喜？好的，爸爸有谁要勇敢的第一位展示才艺呢？等一下，佩佩哥哥先看到了这块有一个像小王子一样的，你要展示什么才艺？宝宝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好的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展示什么才艺呢？我会背古诗。好的，那你要背。戏开始了，兄弟姐妹们，还造呢。好啊，你看那个，你就知道造的。我估计搁这看。安娜和艾莎呀，这是。外面下雪了，下雪了。安娜，你想不想做一个雪人？好啊，是交给日。艾莎来了。害不害怕？在车上好好待着，别乱动。害怕，我们有三只狗。哈哈哈哈哈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跟风和你同飞吧。随他吧，随他吧，我们能飞成马。完事儿，艾莎能控制魔法了。这些的去跟艾莎拍照去。